每天睁开眼睛，能够看到四周的景物，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玩家们，你可曾想象过，如果你的世界少了视觉，只由声音和味道跟触感所构成，那究竟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？这款不久前才在 Xbox One 以及 PC 平台登场，由独立制作团队募资开发的 Beyond Ice， 正是以此为题材的作品。游戏中以轻柔又温暖的水彩风格，从一位盲人少女的角度来描绘世界的模样。Beyond Ice 的故事叙述主角莱恩因为一场烟火意外而失去了视力。对于莱恩来说，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家的四周，还有他唯一的朋友，一只橘色的胖胖猫 Nani。不料某天 ，Nani 突然消失了踪影。为了寻找朋友，莱恩决定鼓起勇气，用自己的力量来面对这个世界。游戏中，玩家必须要带领莱恩在一片纯白的世界中摸索，利用听到、摸到、闻到的东西来拼凑出前进的方向。除此之外，玩家还得要运用一下巧思，引导莱恩躲过恶犬、鸟群和车辆等等障碍物。特殊的演出手法和风格，让玩家听见的不一定跟你想象中的相同，能够完全融入主角莱恩他所感受到的世界。这一款寓意深远的 Beyond Ice 值得玩家们慢慢品味哦。